各位学生家长和亲友们，大家好。因为配合防疫措施，今年新学年我们特别录制视频与大家见面。首先，本人仅代表澳门大学及全体教职员衷心祝贺及欢迎你们的子女入住本校，正式加入澳大的大家庭，在新的起跑线上开启他们人生另一重要的学习阶段。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推进，新能源科技和产业革命持续深化发展，全球经济结构正在重塑，未来是一个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时代。未来行业领袖或社会精英必须具备家国情怀、全球视野，能学以致用、敢于担当、德才兼备的人才。澳门大学是一所教学与研究并重的综合型国际化大学，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国际声誉不断提升。大学拥有先进的办学条件和多元文化融合的校园环境，并一直秉承仁义礼智信的校训精神，以培养具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全球竞争力和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和创新型人才，服务澳门国家及世界发展所需为己任。澳门大学的本科教育特色是专业教育、通识教育、联系教育和社情教育四为一体的全人教育模式。我们这里为学生提供优越的学习环境、国际化的师资团队、学院与书院的协同育人模式，确保你们的子女拥有优质的教育、个人成长的支持和参与社会的机会，让学生能更好地发挥潜力。在这个新的人生重要的阶段里，你们的子女将会面临生活方式和学习模式的重大转变，他们即将要独立生活、独立学习。相信绝大多数的同学们都是第一次离开父母、离开熟悉的生活环境，他们未来四年的主要生活和学习伙伴将会是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他们在大学会有新生活、结交新朋友、遇上新挑战、借助新想法。大学将与你们协同合作，协助或支持他们在接下来的大学生活中建立起自立、自强和自信的态度，使他们可以更顺利地适应大学环境，并通过大学阶段装备自我、突破自我、成就自我。我相信家长们会在未来四年中看到子女们的成长和蜕变，大学将全力为学生创造一个更安全、更安心、更友善和更有利于他们成长成才的条件和环境，让学生可以有一个丰盛精彩的大学生活。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谢谢大家。